这是虚伪吗？圣奇安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本人，因为有时候看到那个人家捡他皮革工厂的时候，就好像不是个人。哦，开枪了。他是吗？是吗？我看这个 ID 很久了，没错啊。可是我看他皮革工厂了，好像虚伪不是这个 ID 嘞。爆！哦，你用两只手机看，所以他也在直播的意思吗？哦，闪现打椅子可以耶。赚了一波闪现没用，只有胶在打椅子上。哇，这个很急很急。这空军应该是带薄命哦。可以救他吧。怎么不救他？哎，啊，耶耶。This moment that he knew, he fucked up. 哇，风霜，怎么会有风霜啊？那为什么刚才旭伟不去救他？对啊，他是大房子这边，他应该可以救空军的啊，为什么不救嘞？为什么嘞？为什么嘞？一个可以砸板的地方，尴尬。嗯，我觉得这把可以三跑，真的。
不是刚才为什么他不救空军？我这不太懂。